女足重返世界杯的重要关键战役，亚洲杯主赛在20号起就在印度 KT。那么埃尔达电视也将成为国家队的最强后援，带您看看精彩的直播。而全台湾民众也要见证着历史的一刻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台湾木兰女足重返世界杯的关键战役亚洲杯足球赛，20号起将在印度点燃战火。台湾女足汇集最强战力，争取32年来首张女子世界杯参赛门票。台湾女足过去缔造亚洲杯3连霸，打响木兰女足威名，这回将和地主印度以及中国、伊朗分在同组。如果踢进小组前二，将可以直接晋级8强。在日籍总教练月后河南的领军下，选手们气势高昂，准备大展身手。我是台湾女足国家队王湘慧。2022年女子亚洲杯足球赛，请锁定艾尔达电视台，一起为我们加油！这回亚洲杯也是2023女子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，只要能踢进8强淘汰赛第一场再过关，就能直接夺下世界杯门票。5到8名也可以透过附加赛来争取世界杯的参赛资格。台湾之光出国参赛，埃尔达体育台当然不能缺席，将透过线上转播邀请您当木兰女足的最强后盾，凝聚你我力量，一起替台湾加油，见证木兰女足重返世界杯的关键战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